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完蛋 Vlog。相信大家对刚才那个片头的活动可能有些陌生，但是那个活动是台湾行之有年的 Wild Force LAN Party。那至于它活动内容是什么呢？我就带大家这两天探究看看吧。Let's go。各位早，今天是 Wild Force 的第二天，也就是整体活动的最后一天。那至于今天会有什么的话，应该也是还好哎，毕竟最后一天只大概剩一些活动跟闭幕式而已。那我们就继续逛逛吧。Go。差一点点，感觉似乎是追不上了，没有任何的弯道可以让你再做调整。这边恭喜 K7还有蓝月亮。